大家好，我是安妮。今天这部影片来和大家分享最新版本 1.7.0 新增多达94件物品的展示以及获取方式。虽然这次算比较小版本的更新，但是新增的内容还是非常的多，大致可以分为八大类，获取它们的途径和日期也都各不相同。影片开始前，请不要忘记订阅我的频道，按下小铃铛，加入我的频道会员，就可以获得抢先收看影片等等许多的福利哦。先来介绍没有限时时间锁的商品们，实旅玩家们已经可以随时实穿去提前购买啦。第一类，新增狂欢节系列家具，获取日期是2月1日至2月15日，获取途径有两种方式，第一种是在狸猫兄弟的 Nook 商店左下角购买，这类家具没有时间锁，实旅玩家们现在就可以实穿过去2月1日开始购买啦。狂欢节系列家具一共有九大类，并且分成五种颜色，分别是红色、紫色、蓝色、绿色和彩虹色。狂欢节系列的全家具会有一部单独的影片来和大家详细的分享。从2月1日起， Nook 商店的左下角特别商品这里每天会出现一件狂欢节的家具。同以往的左下角商品不同，狂欢节的家具啊仅仅只可以购买一次，所以就不可以邀请你的朋友们来反复的购买啦。而每个商店的配色将会是固定的颜色，配色将和你的机场颜色有关系。绿色机场将售卖绿色系列的家具，例如我的两个岛屿都是橘色的机场，所以我的商店都是售卖紫色色系的。那重点来咯，狂欢节系列的家具呢全部都是非卖品。非卖品的意思就是不可以摸摸，也不可以重复订购，即使我们摸过了别人家的其他色系，自己也是无法在 Nook 购物反复订购的。所以如果想要收集齐不同颜色的家具，大家就需要去和其他人进行交易啦。那如果实在没有朋友去交易的话，这类家具其实是可以改造颜色的，大家可以带去 DIY 台使用改造来改成你喜欢的颜色。然而改造所需要的并不是改造组，而是彩虹羽毛。彩虹羽毛需要在2月15日暂时还未解锁的狂欢节当日才可以得到，并且非常的稀有。彩虹羽毛呢也是可以用 DIY 制作的，这个部分会在等一下影片的后半部分具体讲到。第二种获取整套狂欢节系列家具的方式是要等到2月15日活动当日，通过和阿欢交换羽毛可以直接获取整套的家具。那大家可以自己去决定要用什么样的方式来收集齐全部的家具啦。第二类，新增狂欢节和结婚的服饰，获取日期是2月1日至2月15日，获取途径是刺猬姐妹的裁缝屋，这类服饰也是没有时间锁的。狂欢节系列的服饰一共有12件，分为四个色系，红色、绿色、蓝色和紫色，有适合男生穿的上衣裤子套装，也有适合女生穿的桑巴舞裙子，还有非常热情风格的头饰。那结婚系列的服饰一共有七件，分成三个色系，分别是红色、绿色和蓝色，对应的是三种颜色的鬼怪装和面具，穿上呢就是直接换了肤色的感觉。还有一件不太一样的面具叫做阿龟面具。那这些服饰并不是2月1日开始在一天内就可以买齐的，所以大家还是要每天去逛逛看裁缝屋哟。裁缝屋这一类的服饰和面具则是可以摸摸的，这个礼拜六的会员摸摸大会就会给会员们提供一次性摸齐19件商品。第三类，新增狂欢节表情包，获取日期是2月1日至2月15日，获取途径是 Nook 商店的货柜上面购买，表情包没有时间锁，已经可以实旅去购买啦。狂欢节表情包一共有四款，可以一次性从货柜上以19800的价格购入并且学习，它们分别是跟着节奏、撒纸片，真的会有纸片飞出来哟、炒热气氛、欢乐，来试试看和狸猫兄弟一起做这个表情吧，超可爱的。第四类，新增更新回礼沙锤，每次版本更新，任天堂都会寄信给我们一件回礼。这次 1.7.0 的回礼是适合狂欢节的沙锤，获取的方式是更新后查看信箱。沙锤这件道具使用起来真的非常的可爱了，只是拿在手上的时候，两个沙锤都是右手握住，左手空着则是可以使用手机或者挥手等等。而用 A 键使用的时候，就会变成一只手拿住一个沙锤，同时还会有沙锤沙沙的音效。
游戏人物微笑的表情啊，也是相当的可爱。相信使用沙锤也是可以暂时躲避黄蜂的吧。第五类，新增人鱼栅栏 DIY， 在没有任何预告的提醒下，这次更新新增了阿塔系列的人鱼栅栏 DIY。 获取的方式在上一部的影片有单独分享过了，获取它没有任何日期的限制。更新后，据日本官网的解释，这件人鱼栅栏的 DIY 呀，其实很早就准备好了，只是不知道为什么玩家们一直都无法换取到，所以这次更新就顺便修复了这个 bug，给我们新增了超级梦幻的人鱼栅栏啦。接下来的两大类新增内容，部分商品是有限时时间锁的，意思是使用石旅也暂时无法获得的物品，大家需要等到限时日期到的那天才可以获取到哟。第六类，陆克购物新增特别商品，特别商品的部分一共多达九种，获取途径都是在手机或者里端机的陆克购物 APP 上面下单订购，第二天会送达到信箱里面。每一件特别商品的期间限定日期都各不相同，我们可以按下 Y 键显示他们的订购截止日期，也可以按 X 键阅读特别商品背后的故事。那我们就按照日期的顺序来介绍吧。美式足球地毯和加油大声公限购日期是1月15日至2月15日。加油大声公一共有四个颜色，分别是火焰、星星、美式足球和闪亮。Look 购物上面每天都会变更不同的颜色，所以想要收集齐四款配色的大家要记得每天都去查看一下哟。这款大声公拿在手上，使用 A 键会做出加油呐喊的表情，这个表情眯眯眼兴奋的样子真的太可爱了。有点可惜的是，这款大声公并没有召唤小动物的功能。土拨鼠模型限购日期1月25日至2月2日。北美地区每年的2月2日是土拨鼠日，土拨鼠模型上面的 NPC 是全作出现过的店员叔叔。这款模型也是可以互动的，我们去 A 它一下会听到咔的一声，是店员叔叔安全帽上电筒开关的声音，电筒也会随着开灯和关灯呢。撒豆组合限购日期是1月28日至2月3日。这款豆子的贩卖日期之前任天堂中文官网有标注错误，所以大家其实现在应该都是可以订购的啊。2021年的结婚日是2月2日，搭配上裁缝屋售卖的鬼怪套装，大家可以在2月2日一起过结婚啦。向着鬼怪撒豆子，念着鬼在外福在内，就可以祈求接下来的一年家人的平安和健康啦。撒豆组合使用起来的音效啊，其实有点出乎我的意料，我以为会是豆子掉落清脆的声音，结果是呼。大家有没有试着向你的小岛民们撒过豆子呢？接下来的商品全部拥有限时时间锁，感谢群里热心的小伙伴对这部分享影片的赞助。我会介绍目前通过数据挖掘得知的获取途径给大家听，如果有顾虑剧透的小伙伴现在请快快撤离哟。在限时日期到达之后，他们即可解锁，到时候随时都可以往回石旅来购买所有的商品哦。如果与实际活动有偏差，还请大家以之后的活动完整攻略为主哦。爱心巧克力和爱心花束限购日期是2月1日至2月14日，有限时时间锁，需等到2月1日之后才可以订购。爱心巧克力一共有四款颜色，爱心玫瑰花束一共有六款颜色，和大声公一样， Look 购物上面每天都会变更不同的颜色，所以进入2月后大家要记得每天查看和购买哟，才能在2月14日的情人节去和小动物们表白啦。春节红包和春节门市限购日期是2月10日至2月17日，有限时时间锁。大家，春节红包真的是可以包装礼物的，它的用法和包装纸一样，可以选择包装。不知道通常收到零钱会退回来的小动物们，这次会不会按照习俗的收下压岁钱呢？那让我们一起来试试看吧，将这100零钱用红包包装起来，送给小风试试看。他收下了耶，哈，太开心了。对，用红包就可以送出钱钱这个细心的设定，给老任打个100分。春节门饰是一件壁挂物，可以用来挂在室内的墙壁，也可以用来装饰门。倒过来的福字真的太有春节的气氛了。最后一件特别商品是韩国新年红包，限购日期是2月10日至2月17日，有限时时间锁。同春节红包一样，它也是包装纸的功能，可以用来包装礼物送给其他人。
第七类，新增狂欢节活动当日物品。狂欢节活动日期是2月15日，有限时时间锁，需要等到2月15日联动 Nintendo 账户，联网核对日期升级到 1.7.0A 才可以解锁活动哟。那活动的当日会新增羽毛，一共有5种颜色，分别是蓝色、紫色、红色和绿色，还有特殊并且非常罕见的彩虹色。各色的羽毛都可以在活动当日的空气里使用捕虫网，像捕雪花一样的方式去得到。羽毛也可以佩戴在头上作为头饰。在狂欢节日的当天，我们去和阿欢的第一次对话，他会赠送给我们彩虹羽毛这个 DIY。 彩虹羽毛的 DIY 材料则是其他4色的羽毛。如果我们想要改造出第5种颜色的狂欢节家具，也就是没有直接在售卖的这个彩虹色系，就需要用到彩虹羽毛这个素材来改色啦。所以大家在活动的当天要记得多多的收集羽毛哦。除了羽毛之外，活动当日还会解锁一件大型家具，就是这件狂欢节花车。它的获取方式是交给阿欢3片彩虹羽毛来换取。这件家具没有改色，就是这个样子，真的是好大一件啊，而且和现实的花车也是非常的还原呢。让我们关灯来和它互动一下吧。不仅仅会摇摆尾巴还有头部，也有播放狂欢节的音乐呢。第八类，阿欢登场。当已经有 Amiibo 的 NPC 新登场本作集合啦动物森友会的时候呢，在巴列岛扫他们的 Amiibo 卡片，就可以召唤他们本尊出来啦。那阿欢也不例外，所以拥有阿欢 Amiibo 的玩家们，现在就可以去巴列岛和阿欢提前见面啦。那以上就是关于 1.7.0 版本新增所有物品的展示，以及获取方式的提前解读。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次的影片，请不要忘记帮我点个赞和订阅我的频道，还有加入我的频道会员支持我吧。我是安妮，我们下次影片再见啦，拜拜。